六金蛋号赚钱玩了一把照。随着国境解封啊，按照道理说，大家应该是急着要往外冲出国啦。但我发现啊，最近一查，国内的顶级高档饭店反而现在还是一房难求。没错，我觉得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影响我们的消费习惯，大家就想要更宠爱自己一下啊。而且岁末年终了嘛，大家都要就花最顶级、最奢华的那种温泉饭店，好好犒赏一年的辛劳啊！真的，趁着领到年终呢，把这顶级饭店住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推荐，到底台湾有哪些呢一生必住一次的顶级奢华温泉饭店喽？邀请到了专家来宾，首先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资深导游阿陆哥。大家好。再来是我们的旅游达人方瑜，嗨嗨！再来是我们的旅游达人满分，大家好，我是满分。还有我们的旅游达人心仪 ，Hello， 大家好。好，今天呢要推荐大家到底台湾有哪些呢一生必住一次的顶级奢华温泉饭店，而且呢不止推荐，我们今天呢还要推出呢第一届的惊叹号三金奖，有呢金好睡、金好泡跟金好吃三个评审的项目喽。那我们第一个呢就从金好睡看起啦，入围名单有哪几间呢？金好睡四间入围名单哦，分别有古关的日式度假村、旭海的巴厘岛风，还有泰安的清水魔、礁溪的老牌酒店。针对了这四位入围者呢，现场来宾喜欢谁请举牌。来，看到呢我右手边陆哥跟方宇都给了一号，我们左手边满分也给一号，然后心仪给三号，所以来看到呢评审结果呢就是我们的一号的日式古关饭店。那就要问一下了，如果按照资历来说的话，我们应该现场的评审团主席应该陆哥哈。陆哥为什么投给一号这个日式的度假村呢？因为这个真的是纯日系的血统的一家饭店。那一进去之后就有服务人员开始引导你，因为它是用大自然的景观跟水道，那你慢慢走进去之后会类似像走一点蜿蜒的这样的一个水道，旁边是竹林，然后沿着水道慢慢的走进，有点神秘低调，然后有一点奢华的那种感觉进去里面，哇，你进去好像就是一个自己这样的一个天地这样的感觉。而且它总共大概有50间房间，大概有5间的所谓的不同型的一种房型，照片上面列出各种不同的房型，大部分几乎全部都是属于楼中楼的设计。楼中楼，那那楼中楼设计就会产生一种类似像有一种像 villa 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度假风的那种感觉。推荐一个叫三峡的一个特别房，这个是也是在房间里面，整个50间里面房，就是比较没有那种不是楼中楼的房间，它是一进去之后就有2间的所谓的套房，就是让你有各自的那种独立的私密感，有空间的进去里面，整个木质地板铺上榻榻米之后，借这个景的一个景观，然后外面还有一个户外的露天的这个阳台。所以因为我们都知道中部不太会下雨，是天气比较好，几乎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山岚整个山景的时候，一天四季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才是享受，这真的是人生的享受。那另外再来介绍，就是一般大家普罗大众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房间，这间呢叫做水明。一进去之后，你马上被它那种所谓的那种绝景的山景，对，马上震撼，因为它的山景就是整个一个像玻璃透出去这样一个山景，就好像跟你住的一个区块是一模一样。住在山里，山每一间都有这种大片的落地窗，对，都有大片的，然后一层楼哈，一层楼是浴室，是，一层楼是房间 ，OK，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卧榻，那在他的浴室的旁边呢，旁边都有日式的服务。我说第一个，他有饮料，是，泡汤之后会想喝饮料，对对，旁边还附送这个所谓的扇子，就是在你泡汤很慵懒的时候，你可以坐在浴缸的旁边，或是躺到2楼的休息室的卧榻，这个地方扇个扇子，那是不是应该有很浓浓的那种所谓的日本风？你讲的大家超级向往的，对。但是价格啊，价格，来，顶级奢华日式饭店，这个现在目前号称台湾最顶级的度假村，是把日本的服务、日本的饮食整个引进来，然后再借景过来，当然房价不便宜。
但人生打拼有当啊吼，就是安尼享受。来来来来来，来看看这个价格，一个晚上哦，哎呦，26000多。陆哥那个价钱呢，其实是平日的价钱，因为我预定了明年九月假日要去。假日。足足多了快10000块，我有加多加10000，对，所以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拿捏一下。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享受呢，最好选平日，我觉得会比较划算。那这个价钱呢不含餐，那到底到里面去，你会觉得说我要吃什么？我真的是房价这么贵，我要好好享受这所有的一切，不要再出去了。那在里面要吃些什么呢？看它的早餐呢，就是有分中式、日式、西式，一个人的费用是1213，1000多块。对，然后午餐呢，就是有一些比较轻食类。像牛肉面啊、控肉饭啊，午餐反而相对便宜耶。对，因为它就是一个嘛，对对对。然后晚餐呢，我求求你，如果你早餐、午餐都不吃的话，请你一定要吃晚餐。因为他把日本原汁原味的会席料理呢，带来他的这个那么顶级的温泉饭店里面。是。而且呢，他结合我们台湾在地的食材，然后用这么精致的日式手法，把它一道一道像艺术品般的呈现。例如呢，我们知道中部呢，因为水质非常好，天气非常好嘛，所以呢盛产鲟龙鱼。鲟龙鱼大餐、啊、对，就是有皇帝鱼之称的鲟龙鱼。那他就把鲟龙鱼呢做了这个很细致、很精致的呈现，例如呢鲟龙鱼的沙西米、生鱼片、生鱼片，你吃的每一片呢都是弹牙，然后每一片都是鲜甜的那个鲟龙鱼，或者是呢把鲟龙鱼的骨头呢做了各式各样的锅物。鲟龙鱼骨头也可以吃哦，也是很多胶质的。对，没有错。然后呢？他做了，你就觉得说哈，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子，或者是我们呢在地产的这个黑羽鸡、黑羽鸡呢，你知道他怎么做吗？怎么做？黑羽鸡去熬了鸡汤，整个黑羽鸡的那个鸡汤呈现出来是有点深褐色的，然后呢？再加上蛤蟆下去炖煮、这样炖煮那个汤头上来要干嘛？蛤蟆的营养，让你涮和牛那个汤是在涮和牛的，全部顶级的食物加在一起耶！对啊，你有想到这几样加在一起，它整个提升那个和牛的油脂，让你觉得那一片大那么大片，比我脸还要大的和牛，吃起来是更加的加分。哎、欸，难怪这家会获得压倒性胜利，真的太厉害了，三票。没错，我刚刚那个满分也是投这一。家、啊，不过我们就是虽然要住好住满嘛，但是 check in 前跟 check out 后还是有一点空档时间啦、欸。要问一下满分，古关这边要怎么玩呢？古关这边我要跟大家说，现在的古关越来越好玩了，它越来越，它除了景点丰富之外，现在有很多的美拍打卡点，所以我这边呢规划了一个一日游的古关拍照路线。首先第一站呢，带大家来去白鹿吊桥。这个白鹿吊桥呢，它是通往古关开车的时候就一定会经过，建议大家可以停下来，因为毕竟我们开往山区嘛。还是可以停下来走走路休息一下。这个白鹿吊桥它号称是台中和平区最美的吊桥，它长度不长，只有250公尺，短短的，但是你走上去四周是被群山环绕，而且还可以欣赏美丽的大甲溪谷，非常就是有能量宁静的一个地方。而且旁边呢还有那个泰雅族的一些文化的遗迹，也可以顺便去走走参观。再来就是走路就可以到的古关温泉广场，我也推荐大家来到这里，它是免门票的，开放式的，你可以来这里呢泡足汤。而且现在它规划的很好哦，旁边就是有一个洗脚池，你可以洗完脚之后呢，直接在那个足汤里面泡，直接泡，没错。而且冬天呢，它是热热的，很舒服，很温暖。那最后一站一定一定要去的就是温泉老街，这一条日式哦，明治温泉老街其实它也是大有来头。它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日本人来到这里，他发掘到了温泉，在这里开设了第一家的温泉饭店。那这一条温泉老街就是当时最热闹的街区。那现在虽然已经没有卖东西了，但是这一条老街还是被保存下来。你走过了那个古关的吊桥，你就会觉得。哇，我一秒来到京都了。它的入口有一个非常大的红色鸟居，步道的两侧呢是整片的红色灯笼，走在上面你会觉得就是我来到日本，浓浓的日本风情。而且呢旁边还有一座一座的就是日式的木质建筑，对，然后上面就写着明治的茶坊、明治的小吃摊，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卖东西了，但是每一个角落都很好拍照。欸，所以谁说到日本要坐飞机啊，开车到古关就直接到日本。古关很多人去过，但现在多了很多新景点推荐给大家。所以第一个金好睡奖，我们来看到这电视墙啊，哇，第一名呢，这毫无悬念就是在古关这边。但是呢，有人独排众议啊，在日本念过书的心仪不给日式度假村，反而投了3号的泰安清水模会馆。为什么？
刚刚有大自然，这里也有大自然。刚刚呢有温泉，这里也有温泉。重点是价钱哦，真的是不错，有差别是不是？让付钱的人也好睡。好，来介绍一下这间呢清水模会馆呢，它其实呢地理位置非常的棒，因为它整个饭店的坐落呢就在群山环绕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一走进去的时候呢，其实你刚刚说那个大自然的氛围，这里也有，你就看到哇，整个绿意盎然一片，而且呢整个的这个会馆的外面呢也是种植着一堆的树木。那来到这边呢，要住什么房型最好睡呢？这里总共有66间房，在66间房里头呢，就有28种房型让你选，这么多种型，这么多种房型，你总会选到一间你好睡的吧？对，那哪一种房型我要特别推荐给大家？有一个双人房呢，那个双人房呢不是用大来形容而已，是用爆大来形容，多大？太超长了。我跟你讲，你进去的时候呢，当然呢就是有它这个床铺的位置，然后有个客厅，然后呢最大的厉害的地方呢是它的厕所，干湿分离之外呢，当然一定要泡汤池，对不对？它的泡汤池呢不是一个而已，不然是两个，一个房间有两个泡汤池在里面，搞得跟梦想一样大。对，一个冷池，一个热池，这样。然后重点是呢，它这个房型呢，大片的落地窗看出去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整个山景映入眼帘，所以呢，你也是好像融入在大自然当中在泡汤的感觉。那它这里的汤池呢，因为我说很多种房型可以选择，对不对？它连浴缸都让你自己选，它的浴池呢有分木式的，就是木头的，对，然后呢也有那种黑色岩石的，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嘛，有人喜欢那种木头的香气，然后有人呢喜欢泡这种黑色岩石，这个你也可以自己选，在你选房型的时候，连浴缸都可以选，第一次听到，很厉害吧？以前顶多选枕头而已，对，那连浴缸都可以选。再来呢，它还有一个呢，2021年呢才最新推出的一个四人房型，这个四人房型更厉害了，刚刚两个浴池已经很厉害，对不对？你知道这里几个吗？房间里面哦，3个浴池，比浴池多了，强。对，那因为呢，你想想看，四人房通常是一个家庭去，对不对？对对对。通常我们去泡那个温泉旅馆的时候，通常就是啊，比如爸爸在泡的时候又要等啊，妈妈又要等啊，怎么等？不用，3个池，直接你知道小朋友一人一个，然后爸爸妈妈就共享一个，浪漫，很浪漫。所以呢，就是这么的大。那除了房间泡完之后呢，当然外面还是有啊，设施。而且刚刚呢讲到那个度假村，对不对？很多人都推荐大家就是不要带小孩去，因为那里就是很贵嘛，然后呢就要享受那种宁静的感觉。但是来到这边不一样，哦呦，很适合小孩哦，因为呢在这边户外的它这个泡汤池呢很贴心的设计，大概就在80公分左右，然后呢有分那个水温呢是比较稍微没有这么热的跟很烫的，所以呢小朋友就是可以换池，然后换来换去都很安全，然后都很棒。那在这边呢有一个无边边际泳池，也可以拍网美照，也可以拍网美照，满分可以赶快去拍。那那个无边际泳池也很贴心哦，因为我刚刚讲说它这是很适合亲子的嘛。它的无边际泳池呢，它也是有分比较高、比较低的那个水位，所以呢，小朋友可能就可以比较在低水位玩，然后大人就可以在比较高水位拍网美照、泡汤。对，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设计都是很贴心。重点是，你看这么贴心，这么多个池可以泡，一个晚上多少钱？价格，来，泰安温泉。一间呢，清水模有呢，哎呦，不到10000块，是不是？而且含早餐呢。对，而且我告诉你哦，怎么样？它多夯，你知道吗？你现在要订，要2月以后的事了。不过刚刚我们都大老远开到苗栗泰安了，对，除了这个饭店好好享受之外，要问一下方宇啊，苗栗泰安这边有什么行程可以安排吗？这边的行程真的超级无敌多，可是你会觉得你如果是从北部或南部呢开到这个地方，你就想说我要好好休息，我不想再开车出去找行程。对，没有关系，你可以跟着饭店的行程哦，你看一下，饭店有包套的，对，饭店直接。推出这样的行程，你看哦，有这个带你去那个有没有很像蓝山的竹林秘境，非常的照片，然后有景文化或者是山艺去看木雕的文化，或者是南庄，或者是浪漫台山线，到你走整个客家的整条这个客家风情，对，或者是呢带你去呢这个大雪山，是那。价格从500块一个人到5000块不等，所以饭店就可以直接订这些行程，直接可以订这个行程，又加分又加分。对，专车带你去呢，看你要选哪一个。那我大推大推，请你一定要参加这个南庄的人文生态。为什么挑这个？这条老街非常的大条，有各式各样卖东西，你其他老街买不到的东西，这边都买得到。shopping 很好 shop， 对，各式各样的童玩啊，或者小朋友喜欢那种，就比如戳戳乐啊，什么。
么都有，然后又有得吃，因为它早年它是一个这个煤矿的这个矿坑嘛，所以它周边呢会有各式各样的客家的特色，例如呢这个野姜花粽，例如呢这个有这个猪笼板小吃，对小吃，然后或者是各式各样，比如说呢桂花汤圆、桂花冻，或者是呢这客家小炒啊，或者梅干扣肉，对，你想得到的客家美食，这条老街通通都有。然后再来老街玩完了之后，他们会带你去神仙谷啊，神仙谷是一定要去的，它是赛德克巴莱的那个拍摄的场景，对，所以呢各式各样的行程，你看包山包海，推荐大家，如果你到了这间饭店太阳温泉一定要参加他的这个行程。所以这饭店又加分呢，对不对？你只要报名饭店的行程，一路呢在很多条路线给各位做选择了。所以刚第一阶段呢，我们颁发的奖项呢就金好睡奖，在这里呢包括了达人推荐也都告诉大家。那接着我们要颁发什么金好泡奖了？既然是温泉，金好泡哪里最好泡？入围名单有哪四间呢？分别有北投的，还有资本的阳明山有入围，还有花莲瑞穗也有入围。那这四间饭店评审又最喜欢哪一间？休息一下。台湾人一生必住顶级奢华温泉饭店大评鉴呐！刚刚我们介绍了叫金好睡奖，接着下来就是我们的金好泡奖喽。刚刚公布了入围名单，那评审又最喜欢哪一间呢？来，请举牌。来看到呢，右手边陆哥是三号，然后我们的方宇投给了二号，左手边呢满分是二号，然后呢心仪是三号，资本有两个人喜欢，瑞穗有两个人喜欢。那我们就先问一下方宇。花莲的女儿，你怎么投给了台东资本这一间呢？对，因为这一间呢，台东资本这一间呢，我告诉大家，这是就算我没有入住这家饭店，我只要到台东，大家记得吗？我每年都会去台东 long stay， 对对对，我都会特别绕进去泡汤再出来，为了泡汤就过去了。对，它有一个400坪的这个天幕风旅，就在游泳池畔，就是像这样子，就是呢有这个溜滑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设施，像个乐园一样、啊，对，像一个乐园一样这么大，一个人呢其实只要350块。也不贵啊，所以我推荐大家，不管呢你有没有住，你可能呢不管夏天冬天，你其实都可以直接进来买个票，就带孩子来这个这么大的慕天风旅去玩。对，那另外还有一个室内的星彩风旅，这个星彩风旅呢，其实就是裸汤、全脱光的，对，然后你进到里面，你就会发现呢，哇，我好像来到日本的温泉饭店一样，包括它的装潢，进到里面的大浴场，通通都好像就是有那种高档日本温泉饭店的感觉。重点是呢，它里面的汤真的是太厉害了，它其实是钻到呢650升的碳酸钙的温泉，那它。这个温泉呢，不是我们说它好，它是日本的专家来到这边呢做一个检测，才发现呢，哇，这是一个连日本专家都认证的美人之汤宝地。所以如果你跟你的闺蜜去呢，你们就一起泡，你会发现起来之后，两个人都真的都变好滑，从头滑到尾，超级无敌棒。然后房间的感觉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呢是它。其实在近两年做了这大幅度的装修，跟我们以前去的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以前就是因为它已经有历史了嘛，可是它做了大幅度的装修呢，整个就呈现很现代的风格。然后还有当你入住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它在资本，所以呢它可能会有晚上8点那种联欢晚会表演，联欢晚会就请到呢附近的阿美族人原住民进来表演传统阿美族舞，让跟全场大家一起同乐。我觉得这个是入住这家饭店呢，你一定要参加的，就是跟别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的。晚上一个晚上呢，来来来，这家老牌的一通的温泉饭店住一个晚上多少钱？哎呦，8900多块，但是含两餐哦。对，含两餐，然后呢，还有它还有专门针对住客才可以去的。这个汤区，我觉得也是没有对外开放，也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这个价钱非常的值得。这间我也非常喜欢，因为我近期才去的，所以呢，我去的时候是刚方宇说整修过的房型。它现在整修过的房型是比较现代化的，而且空间格局非常的大，是很宽敞的。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每一间房间都有一个独立的汤泉池，你不用去到风旅，你一样也可以在房间就可以轻松的泡汤。对，那再来大家都说来到资本晚上不就泡汤，就在房间里面没有什么可以玩的，没有。它有一个很厉害的温泉街，就在资本的龙泉路上。这里有温泉街啊？没错，而且这个到晚上。超级多人，所有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这个地方很热闹，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小吃摊，像是你可以买到咸酥鸡、咸水鸡
西湖卤味、哦、各式的特产，就夜市了嘛、嗯、对，真的还有像烤香肠、烤山猪肉，對對對對，全部都在这边。所以有些人呢，可能在饭店吃饱之后呢，晚上来这里逛，就是来这里逛街买宵夜。嗯、更棒的是，我们刚刚的温泉饭店、嗯，它是用免费的接驳车送你到这个温泉街、哦，交通又方便。对啊，真的是很加分。嗯、还有呢，我要推荐大家来到这个温泉街、嗯，除了买一些特产跟宵夜之外，一定要去的就是它有一间平价温泉商店。嗯、这家温泉商店很特别哦，它里面卖很多的东西，但最特别就是它店前面有一个温泉池，这个温泉池是让你煮蛋的温泉池。哦、更贴心的是，老板他还在那个墙面上面告诉你要煮多久最好吃，哦、每个步骤都告诉你，对，3到5分钟、嗯，然后它会有容器，你就是买了食材就免费在那边煮温泉蛋、嗯，而且煮完之后旁边还有个冷泉池，你就在那边浸泡一下，嗯、马上是我跟你说、哦、超级好吃的，很 Q 弹就对了，真的，所以很多人就是每个食材都买一样，嗯、然后全部煮好带回饭店吃，哎、呦超级赞。所以台东资本不止泡温泉啊、嗯，玩法还很多元、啊，还可以煮温泉蛋。对啊，所以来看到呢，在这一段阶段金好泡奖的部分呢，来看到电视墙，刚刚呢，有两个人都投给了台东资本，但是呢，陆哥刚刚在讲台东资本也比赞，但你票投的是花莲瑞穗的温泉水乐园呢？为什么你反而投给花莲瑞穗这间？这是全台湾最好玩的酒店之一啊，最好玩，三天两夜真的都会觉得不够。我带团去，不止金好泡还金好玩。对哦，饭店。为了这个水乐园，专门帮他盖一栋大楼，盖这个整个水乐室，一个建筑。所以你从户外到户内，从冷到外，一年四季不管冷的热的，几乎一年四季全部都包了，都有。那另外它里面呢，还有对喜欢非常爱玩水的人，对，它有一个长。那个50米对、的一个所谓的滑水道，从2、3楼层高的这样玩下去，哇，在里面真的，你想啊，那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哈，你可以是在户外，对，它户外有一些温泉的一些的设施，不管你要泡汤或干嘛，在这个地方都玩的真的是不亦乐乎。这个只有水乐园哦。出了在外面之后，它还有那个充气的那个溜滑梯，哎呦，小朋友最爱，学龄前的最爱玩的。对对对。另外，外面还有一个小型的赛车场，哎呦，陆乐园在陆饭店都可以玩的。另外，饭店城堡的大厅里面还有好几台那种。现在流行亲子那种小跑车，有没有？哇，可以环绕在整个游园区里面。那另外一栋大楼里面，下面有健身房，有温泉游泳池、电竞场、小型的大赛车，在这个地方一个地方。几乎让你2天3天都玩得不亦乐乎、欸。难怪啊，我小孩子丢进去就不想出来了、欸。难怪我去过的朋友每个都说啊，来到这里你要拟定攻略。如果你只住2天一夜，你根本玩不完。住个3天2夜，所有的设施才能享用到啊。没错，哎、欸，他光设施就这么精彩了。那我要来问一下这个黑花的妈妈，可以了。哎、欸、呀，他住的就跟住在城堡一样。没错，刚刚设施就这么多，对不对？他的住房的房型也是多到不行，总共呢有198间的房间，然后呢可以入住2人到10人不等，所以呢同时它可以入住900多人在这个里头。对，好，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第一个房型呢，就是它的这个庄园的客房。庄园。那这个庄园客房呢，其实呢就是比较像是一般饭店的房型，那就适合就是说情侣啊或者是小家庭去入住。那饭店的房型呢，它就是比较呢就是有床啊，然后有个客厅啊，然后呢同样呢在房间里面呢就有泡汤的部分，也可以泡汤。对，也可以泡金好泡。对、嗯，那在这里呢，我是觉得说，如果今天你要来呢，是就是可以约多一点人来，怎么说就是比如说呢，整个大家族呢，什么阿公阿嬷、外公外婆什么都约 来，因为人多好办事。好办什么事呢？因为我们就可以来包一个格兰别墅，直接包别墅。我跟你讲，这个别墅呢厉害了，它就是有点像那种 villa 的那种房型，然后呢小至20几平，最大的还有100多平的都有。就是你想想看，哇，你就是。就呼朋引伴，或是好几个好朋友带家庭一起来，远房亲戚都约了。对，就是三进宫啊，什么阿伯那些都约了，对对对，某款鬼拢来拢来啊，金宝什么都约。然后呢，大家就集体入住在这里面呢，就觉得非常的好玩，很热闹。然后呢，就是整栋就是你自己的，然后你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客厅，然后各自就有自己的房间。最棒的是呢，你在这个 villa 里面，你自己就拥有一个泳池，不用跟别人混在一起。你想说哇，暑假的时候哇人挤人，外面。
么多，不用，小朋友自己就有泳池，就是很奇花。然后呢，当然这里面自己也有这个泡汤的部分，然后呢，它还有户外的一个就是发呆亭，小朋友把它丢去那边泳池那个游泳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开瓶酒，对不对？在发呆亭上就很chill很舒服。重点是呢，比较大的这个 villa 房型里面居然还有小果岭，还可以爸爸打招呼，爸爸还可以稍微就是你知道推杆就是一下，就是所以非常非常的就是你知道很大很奢华很棒这样。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你说啊，我真的是比较没朋友，就不知道这么多人，我不想要约那么多人，对我要带小孩去，我又想要让他有不一样的感觉，那你可以选择他的这个亲子别墅，另外一种哇，这个亲子别墅厉害了，你光远远看过去的小孩已经用手刀狂奔了，因为他外面的那个建筑物呢，就是粉红色、黄色、蓝色，就是很梦幻。对，小孩就哇，好像住在城堡里面这样。手刀冲进去之后，打开之后，小孩更是玩到不理爸妈。就在房间里面。就在房间里面，因为呢，光房间里面呢，就像陆哥刚刚讲，他有溜滑梯，有球池，然后呢，有各式各样的玩具，就让你在那边玩。那小朋友呢，玩完这些设施也累了，那爸妈泡汤也是你知道有点累了。这时候，在这个房间里面。它有超级丰富的 mini bar， 哇，免费让你 吃，你要各式各样的饮料、饼干啊，大人小孩在这边都会非常开心。哎呦，哎、欸，我都搞混了，我们现在到底要选金好泡还是金好玩的饭店？这一家饭店好玩又好泡、啊，只是已经来到了花莲的瑞穗。那除了在饭店以外，附近还有哪些景点可以走一走呢？那最后我们还要颁发的是金好吃饭店有哪些入围名单，谁又能够获奖？休息一下。台湾人必住饭店，顶级温泉饭店，豪奢评选啊！要问一下心仪啦，刚刚我们在瑞穗的饭店住好住满，玩好玩满之后呢，瑞穗可以怎么安排嘞？接下来呢，带大家走进大自然，沉淀一下心灵。哇！带大家来到呢，就是我们的富源国家森林游乐区。森林啦，一进去就有这个森林步道，你知道满满的芬多精啊，就这样吸收一下大地精华，非常非常的舒服。走走走走走呢，必去的呢，还有一个叫做龙吟吊桥哦，这里啊，对小朋友呢走吊桥是非常非常的觉得好玩的，因为你知道吊桥会有点噔噔噔噔，然后有点刺激，然后呢对他们来说又很高，对不对？就觉得哇好有趣。除了呢小朋友觉得很好玩之外呢，大人在这边可以欣赏到非常非常壮阔的美景，因为在这边呢，在吊桥上面你就可以直接看它的龙吟瀑布，对。然后你知道那个瀑布呢就是这样子倾泻而下，湛蓝色的那个蓝色的那个水呢，就这样子潺潺的这样子。流下来，然后呢，碰撞到这个岩石就会激荡出那个白色的水花，有没有？所以你就唰唰唰唰，就觉得哇，很壮观，然后又很漂亮，在这边一定要好好的来拍张照。最重要的是，来到这边也可以泡。汤，这里也有汤可以泡，而且呢，这里的汤呢，在这个进去的时候，它有个匾额，上面写“天下第一汤”，藏在森林游乐区。对，藏在森林游乐区里面呢，也可以泡汤，而且呢，它的这个户外的汤池呢，非常多的选择。然后呢，也有结合 SPA， 就是它也有这种可以打背的啊，然后也有可以从上面冲下来撒的打肩颈的、啊，不是只有竹汤吗？对，不是，是整个下去泡，然后还有那个花洒的那种，通通都有。那你知道，因为它是户外的汤池，所以你泡下去的时候。再结合，因为它在国家森林公园里面，结合这个森林公园的这个美景，就泡起来特别特别的有 feel。好，泡完汤之后呢，接下来呢肚子也饿了，接下来带大家呢来去这个可爱动物牧场走一走。那这个可爱动物牧场呢，它占地其实没有很大，但是小孩在这边呢就玩得很开心，你就可以买那个牧草啊，然后你就可以去喂食这个小羊啊、小马，就很可爱。把它们喂饱了之后呢，当然小朋友自己也要把它自己喂饱。在这里必吃呢，就是它的牛奶锅、冬天吃超赞的，冬天吃超赞、而且你知道就是现挤的那牛奶你知道吗、然后把它入锅，它这个没有偷工减料、就全部就是满满的这种一看过去就是白色的那个牛奶、然后那个火一嘎啵啵啵啵，然后慢慢那个牛奶的香气就扑鼻而来、非常非常的香。然后呢，首先第一件事你要做什么，他会给你一个菜盘跟肉盘，对不 对，首先先把菜盘加进去、因为你知道吗，那个蔬菜的鲜甜味，对，然后再
再加上那个牛奶的味道融合在一起，会更加的香甜。这时候你要先舀一碗汤起来，喝一碗汤，哇，在冬天的时候来一个牛奶锅加蔬菜的清汤，非常非常的温暖又美味。然后接下来再开始涮肉来吃，非常的好吃，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哎，所以不用到北海道好不好？你直接到了花莲瑞穗这里呢，也有浓醇香的牛奶可以享用哦。刚刚呢，主要讲的就是呢这金好泡的温泉饭店。那接着我们来到下一个阶段，刚刚呢这个心仪讲了好多吃的，肚子饿了，那我们就来金好吃的温泉饭店大评选，来看到有哪四间入围的饭店呢？这顶级饭店金好吃奖，哇，这等于是北投跟礁溪的大对决啦。所以评审喜欢哪一间，请举牌。来看到陆哥投给一号了，方宇投给四号，我们的满分也是一号，心仪是三号。所以来看到呢，一号这次获得我们金好吃大奖赏的第一名两票。问一下陆哥，算老饕来着，是为什么投给这个北投的怀石料理啦？这家饭店是海外第一家，在海外的唯一一家的温泉旅馆，哦，直接来到台湾。所以你一进去到饭店里面，哇，你就会被浓浓的日本风所感染。各位如果常常去那个日本的泡汤，一定会住到温泉旅馆。对，有住到温泉旅馆，很多人都会吃到正统的会席料理。对，会席料理一摆出来就是那个气势，那个阵仗。对对对，这是他们冬天哦，所推出来的一个现在目前的一个料理主菜。锅物、锅物的话就是日本的和牛，对对对，和牛不用讲了，沾一下之后那个入口那个油花就会在你的嘴巴散开，嫩啊！它会配上月光米，加上非常好吃日本的那种所谓的小型的那个地瓜，又甜又好吃的，再淋上鸭油之后，哇！超赞的这一个晚上，饭后之后还有一个甜点，那个甜点呢，它是用青苹果的泥冻，加上乳酪，然后之后做成一个东西，哇，那入口就即化，吃完一个晚饭，哇，你真的是就非常非常的满足。真的呢，我们到日本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泡完汤之后呢，换上浴袍，然后好好享受这种会席料理，汤精彩，这吃的部分呢更是精彩。没错，陆哥介绍的欲罢不能，欲罢不能。我要来问一下满分，你刚刚也投这一间啊，为什么呢？这一间也是我北投最喜欢的，没有之一，最喜欢的温泉饭店。首先，刚刚陆哥有介绍到，它是原汁原味把日本的文化、建筑、氛围全部复制到这个北投的饭店，所以你走进去就是一秒到日本。对，那刚刚呢，我陆哥有介绍到，也是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管家服务。哦，这管家他要做哪些事情呢？从你不管是你要几点吃下午茶，你要进房，你要体验设施活动，他都可以依你喜好的时间帮你安排。哦，帮你预约，没错。而且来到这间饭店，你可以体验他的那个和服，是真的从日本来的和服，非常华丽精致，而且有很多的色泽可以选。不过呢，他的和服是要额外付费的，另外加钱，对，它是算祭祀的，一件的话就是500块，我觉得不贵，也还好，对，而且是会有管家帮你穿。那如果今天你睡觉脱掉了，你又想穿，直接叫管家，他又会再来帮你穿一次。对，而且他会带你到里面的秘境，饭店里面的每一个秘境去拍照。所以你说那个一件500是可以穿两天就对了。没错，就是你退房还就可以，它就是几次，就选到这一件就是这个价格。再来就是要介绍他们的房间啦，住的部分。没错，他们的房间有很多的房型，那我推荐大家要选就直接选日式榻榻米房型。我选的这个呢是还有带景观的，可以欣赏户外那个窗景，就是还有欣赏北投的美景。没错，而且他们的房间每一间都很大，可以住2到4个人，所以其实小家庭、小情侣其实都很适合。那这个榻榻米呢，刚刚说到有管家服务，对，他是会帮你吃饱饭后是会帮你铺床的，就跟日式的温泉饭店是一样的。那如果你用餐完结束，或是你早上去吃早餐回来的时候，他会帮你整理好，所以整个你会觉得哇，这个感受是很棒的。那房间不仅空间大，是榻榻米，对，而且还有一个独立的泡汤池，所以房间也可以泡汤，就可以泡汤。所以你看它整个环境是真的是很舒服的，而且我那时候就是直接穿
穿着和服在里面拍照，真的是觉得它这个是个很赞的地方。然后它的早餐也是相当的丰盛，可是主要是以日式的为主，对，就是可能中西式会比较少，但是还是有，而且每一个都很精致，推荐大家一定要来这里住一下。价格嘞，来来，住一晚要多少钱呢？来看一下价格，日式的北投温泉饭店一个晚上，哎呦，它这个是有含早餐的哦，有含早餐，还有包含刚刚这些活动体验是免费的，除了和服要额外加价对以外，其他都是包含在里面的，所有的行程体验你都可以请你的管家来帮你做一个预约。好，所以住一个晚上呢14000多块，这是北投的部分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只是呢刚刚呢在金好吃奖的部分，北投呢是获得第一名，那我们电视墙来看到其他呢礁溪的部分也分别都有人投哦。那我们先从方瑜看起好了，方瑜投给的是礁溪从早吃到晚，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呢这一家温泉饭店就是让我觉得我回到我坐月子的感觉。你仿佛在坐月子。我仿佛在坐月子，因为我24小时我都感受得到有人在照顾我。哇，对，你不觉得这就是给一个饭店这个最高的荣誉了吧？对对 对。那怎么说呢，不管你是入住一般房或者是呢俱乐部房，它其实都有含两餐。哦，然后呢两餐呢到底要吃什么，它的晚餐呢你是可以吃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画面中的那张照片可以吃到呢整个各式各样的套餐，不是吃 buffet 哦，是一道一道上给你的套餐，然后甚至于呢龙虾也是它的标配。哇，吃龙虾。然后呢除了晚餐之外还有呢 happy hour。 happy hour 就是你呢进去晚餐前的5点钟会给你这个你可以任选各式各样的饮品，包括日本的清酒，清酒就有好多种可以选，然后搭配呢有这个炸物啊或者是虾卷啊，一整份的食物，不马虎耶，那点心吧完全不马虎，每一个餐都不马虎。然后呢再来说到他的早餐，我真的大推大推，你一定要吃他的早餐。这是海鲜粥吗？他的早餐呢告诉大家，通常早餐10点你是不是就得要就结束了？对，他的早餐可以吃到下午的5点啊！早餐吃到下午5点，对，什么状况？非常的扯。我告诉大家一个攻略哈，你们呢早餐如果早起的人呢，你就可以先开车去市区买一些蛋饼啊，或什么什么小笼包啊，回来吃稍微垫肚子吃个早餐。你的早餐留到退房后。你懂我意思吗？留到中午之后再吃。中午12点就开始把你的早餐，饭店的早餐当中餐，然后慢慢吃，慢慢吃。吃完这一顿呢，你就可以开开心吃得很饱的回台北了。然后他的早餐有哪一些呢？除了呢有日式的，整份的日式的早餐可以选，有欧式，有美式，甚至于呢，这个就是江湖盛传，请你一定要选择的。什么？就是龙虾海鲜粥，龙虾前一晚才龙虾，早餐又龙虾，早餐又龙虾，而且除了中间这只大龙虾之外，你看它旁边包括小卷啊、花枝啊、蛤蜊啊、虾子啊，整份真的是这个料，料比米粒都还要多这样子。所以呢，就告诉大家，你吃完这碗了，可以慢慢吃，慢慢吃，吃完再回台北。所以早餐是一人一套的嘛？也是一人一套，一人一套，看你要选什么。然后呢，我先讲一下价格好。价格，哦哟，早餐可以吃到下午5点哎，这夸张。来，一个晚上17000，17000呢？哇，这是含三餐的。对，这是我入住的俱乐部区，那这个俱乐部区它属于阁楼的房型，下面有一张大床，楼上有2张床，所以你看可以住到4个人左右。然后呢，如果呢像我的朋友是住一般房型，是11000，我算给大家看有多划算，11000，可是呢他付2个晚餐，所以你2个晚餐呢，你减掉8000块，其实你入住只要3000块，然后你又有这样的早餐，又有24小时无时无刻的 mini bar 可以选，我觉得非常值得。哎呦，哎，所以明明是一个那么贵的东西。被方瑜讲的他好像很便宜了，一个晚上14000到17000，给各位做参考。金好吃这一家给过，但是呢刚刚心仪的部分他也投了另外一家是在礁溪的饭店，而且他投的是这一家是自助餐耶，自助餐居然也可以票投给他，到底怎么一回事？休息一下。台湾
人生必住顶级奢华温泉饭店啊，来到最后一个奖项，就是金好吃奖的部分。来看到呢，刚刚心仪的部分呢，他投给了礁溪，是百道自助吧。金好吃，你投给自助餐，这有那么厉害吗？别人的自助餐是假筹霸，对不对？对，他是假霸勾细致，又精致。就是他礁溪的日式温泉饭店，这间非常的有名，而且也是一个老字号了，对不对？那这间饭店他的这个自助霸呢，他选择非常非常的多，总共呢有上百道的这个料理让你选择，应有尽有。而且他更厉害的是他虽然已经本来就很厉害，对不对？他还在进化。怎么样？他从以前呢有15区，已经很多，对不对？对。现在变成18区。你说自助餐有18区？对，有18个不同的自助种类，这样。对。那他做的这3区是什么呢？首先呢，有一个是铁板区，一个是现点现做区，然后还有一个是甜点区，都是在 upgrade 这样子。对。那铁板区必点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来到这边铁板区，你直接跟他说。不好意思，师傅，我要乐眼牛排。这里直接晚餐可以吃牛排。我跟你讲，直接乐眼牛排吃起来，那个牛排这个煎的呢是恰到好处，外面呢煎的有一点焦焦，然后重点是牛排的重点就是里面要有一点点深深 的，对不对？就是呢它的精华所在，一切面切下去之后，哇，完全就是里面还红红的，然后外面咖啡色，然后咬下去的时候那个口感汁嫩啊，我跟你讲不得了了，在自助餐你可以吃到这种像牛排馆等级的牛排，那就厉害了，对不对？铁板区还有必点什么呢？小羔羊，羊排再来一下。是不是在那种很厉害的那种牛排店才会吃得到小羔羊？对不对？这边也有，而且吃下去完全没有那种羊骚味，就像我比较不敢吃羊的人都敢吃的那种。那当然呢，铁板区海鲜也不能少，刚刚有龙虾，对不对？我们这边有这么大只的虾子给你选，明虾给你好了。对，直接呢就是你知道铁板的烧烤。起来之后呢，让你吃下去，哇，那个海味之鲜甜，咬下去的时候呢，它还会喷汁那个虾的那个汁在你那个嘴巴里面蹦开来，哇，超级无敌赞！最后呢，必吃的当然还有它的甜点，它的甜点呢，那个选择的那个颜色就是。很跳，你知道吗？就是很缤纷，有这个什么长崎蛋糕啊、瑞士卷啊，然后红豆塔、柠檬塔，各式各样的那个颜色。我跟你讲，去到这个自助餐，你就了解一句话叫什么，你知道吗？减肥是明天的事。哎呦，而且还有选择障碍。对，有选择障碍，就是非常好吃。然后它价钱我觉得也很划算哦。中午的价钱呢，平日是960块钱加一成，不到1000块，不到1000块，是不是很赞？然后假日的话呢？也很便宜哦，1180加一层，跟台北市相比真的便宜很多。你看你有上百道的选择，而且它不是假粗霸，它是假的很精致，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赞。那这个日式的这个温泉饭店，我很喜欢的原因，除了餐食很好之外呢，当然它的房间住的，因为呢它是属于这种比较老式的这个日式酒店，所以呢就是让你有一秒来到日本的感觉。在这里呢，除了房间里面就可以泡汤之外，那当然房间呢，你看很日式，就是走这种榻榻米的路线。那你说老人家这种榻榻米哭的背背起来怎么办？怎么办呢？他也有很贴心，有和洋式的可以选择。但如果你是真的就是想要感受真正日式风情，你就可以选择像这样的榻榻米的路线。然后你看他连那个房间里面的这种就是小桌子，也是这种像日式温泉旅馆才会出现这种呢比较矮的这种小桌子，然后小椅子这样。那在那边泡汤，除了在房间里面泡很好之外，你一定呢要来试试他外面的这个大众汤池，因为他在外面的大众汤池有分4大主题。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儿童清水区，就是有儿童戏水的地方，然后小朋友呢在这边也可以感受到泡温泉的乐趣。那么再来呢，第二个呢就是草本温泉，来到这边呢，它有所谓的药浴池。好，那除了呢这个之外，还有一个能量水疗的部分。能量水疗呢，除了有这个足汤让你舒压的足汤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它叫做呢冥想解压池。感觉压力可以完全释放。对对，完全释放。我跟你讲，你就是泡汤下去之后，然后你就开始
冥想，来到另外一个世界，让你整个的就是你知道压力完全的释放、嗯。那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温泉鱼的足汤、哦，在这边呢，你可以呢去角质，对，去角质，把脚放下去呢，让有一身鱼支撑的这些温泉鱼去咬你的脚、嗯，这样就很棒。對對對，那我很喜欢这一间饭店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你从早到晚都不会无聊，哦、你已经这么好吃了，又可以泡汤了、嗯，对不对？到晚上呢，它常常会有不定期的什么音乐会啊、表演啊，然后因为很多的亲子啊、嗯，还有什么抽奖活动啊 okay, 什么的，好精彩、哦。所以呢，就是从早到晚都很好玩。哎呦，像这样的饭店多少钱呢？礁溪这一家也算是顶级的温泉饭店哦，也要破万块哦。但是一泊二十、哦，对，一万一千五百块，一泊二十，平日价给各位做参考了。哎、我小时候住过这间，很赞。哎、我细节很多都忘记了，但是那种顶级的那种感觉、是到现在都烙印在心底。没错，那个房间啊，那种榻榻米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大。但是我要问一下陆哥啦，因为我是很小的时候去礁溪这边啊。礁溪现在有什么新景点吗？哦，有。首先介绍一个叫三层坪的落雨松，它的位置是在宜兰礁溪的二姐跟宜兰圆山的整山乡所交界的一个山区里面。它因为每一年中经过河流的冲刷堆积之后。形成有一个三个层面的一个地方，对，所以称为叫三层坪。是，那我们都知道落羽松特别喜欢长在有水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因为有溪流，对，宜兰多雨，就造就了它在这个地方种了一整排的那个这个落羽松，长得又特别漂亮。如果你从下面看。两旁到现在这个季节，哇，因为这是季节限定。对，两旁现在这个整个落羽松，整个转成由绿转成红的时候，哇，这水，你就好像是到欧洲、到日本、到韩国一样，那种整个非常美，而且它整个从下面一直这样算上，刚好有九个层次的一个河阶，所以那个拍起来现在是很多人网美。再怎么辛苦，对，因为从停完车走进去要20分钟，超级还是络绎不绝、啊，而且还要预约哦，还要预约，对对对，因为每天都有的、哦，每天都有限制人次。另外一个荒野沙漠农场，这是去年的时候才去，这是非常适合亲子的，还有点像美国西部那种荒漠的沙漠的一个地方。那面积也算蛮大的，它是用整个货柜所架起来的，最主要。适合亲子，原因是因为他养了很多可爱的动物，小动物，小羊啊，天竺鼠啊，狐獴啊，象龟啊，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跟他很做亲近的那个互动。那另外，礁溪温泉登记，我们都知道，温泉也是季节限定，今年的主题叫做海底总动员的主题。它另外一个叫海洋的一个泡泡，楼高大概有一层楼的高，利用晚上的时候，利用灯的这样的层次之后，创出一个整个温调街这个地方，它就在整个礁溪的中心点，那里有那种泡汤池啊，可以逛街，好吃的。那个葱油饼也都在那一条街上热闹，所以他就是在趁这个在温泉季的时候，除了泡汤，晚上可以欣赏到这整个一个灯光秀的一个感觉。真的，哎，从早玩到晚啊，礁溪很多新景点就推荐给大家了。吃的部分，刚刚呢，我们已经呢在这个五星级饭店吃了自助餐。那玩一整天，那午餐的部分，我就问一下，那满分，那礁溪这边还有推荐的餐厅吗？有，我要带大家去吃很精致的炭烤牛排。哦，这炭烤牛排它很特别，它是位在宜兰礁溪一间欧风的庄园里面。我先来介绍这个庄园，因为我很爱拍照。这庄园占地超级大，而且走进去就像一秒到欧洲。它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荷兰风车，还有呢就是异国的城堡建筑，所以有人有给它一个小意大利之称，因为进去就像一秒到国外度假的感觉。对，然后来介绍一下它的牛排了。来到这必点就是它的主厨推荐的炭烤牛排。我跟你说，它这个牛排很厉害。哦，怎么说？对，它那个牛排是主厨他特调的酱汁，但是呢，他炭烤的那个牛排，他是将他的汤汁
全部锁在牛排里面，所以你切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外面是脆脆的，对，但是切下去的那一刻又是软嫩的。然后你品尝的时候，你要先吃原味，它那个原味吃进去就是外酥内软，然后再慢慢的搭配它旁边的佐料，还有一些烤食蔬，它是层层叠加的，让你的味蕾一直在做变化。我觉得非常好吃，虽然我这一刻才680，对，但是我觉得超级赞。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单点牛排不够，你可以再加380升级套餐。就会有汤品啊、面包啊、前菜、沙拉跟甜点等等，我觉得这样整个吃下来是很棒的。那吃完之后呢，我们再到户外去拍拍照、走一走，感受这种欧洲风情的感觉也很棒。哎呦，哎，所以啊，这饭店的自助餐嘛，把它吃过以后呢，另外再挑一间这牛排馆走一走，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哦。礁溪的部分推荐给大家了。今天我们就感谢我们的专家来宾提供的宝贵意见啦。天冷就是要泡汤，台湾有哪些呢？一生必泡一次的温泉饭店，今天呢，金好。好睡，金好泡，金好吃，通通推荐给您。感谢您的收看，牛津灯号，下次见，拜拜。